你看我面熟吗？不面熟，不面熟。你不觉得咱俩在哪里见过吗？可以啊，及时止损。不过今天那两家可以明天再谈，你今天去应酬个饭局。啊，什么饭局啊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伊利公司的合同呀。伊利公司把咱们今年的订单量啊增加了一倍，还指明让你负责。让我负责？恭喜你啊，拿下目前咱们公司最大的订单。不是不是，南总，我现在还是懵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易总说你欠他一顿饭，让你今天请他吃饭呢。哈哈，好好好，关键是我懵的呢。你和易总之前认识吗？不认识呀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收拾收拾去吧，回来公司报销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哦哦哦，好。哎呀，还让您来接我，这成何体统了？刚好路过，快上车吧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这个车坐这么低。你可以稍微调一下，再坐一下。啊，好的。易总，这车就两个座呀？嗯哼。哎呀，这装东西都没我那个车装的多。我是第一次坐法拉利，感觉不错，感觉不错。我们走吧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打火一声响，顶我中午一碗面钱了。系好安全带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系好了。我的妈呀！你这一脚油门，我这两个烧饼钱又没有了。夸张了，夸张了。走吧。走。我想吃火锅，你喜欢吃不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就这一家了，也不让都分你口味。易总，您客气了，这顿饭您请客，我买单。浩林哥，问你个问题。易总，易总，你喊我刘浩林、刘经理都行，客个这个词儿我真是担待不起啊。您问，您问，我如实回答啊。你看我面熟吗？不面熟，不面熟。你不觉得咱俩在哪儿见过吗？易总，您别开玩笑了啊，我可不认识开法拉利的大老板。你之前是不是在洛阳工作呀？啊，是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。我也是洛阳的。啊，您也是洛阳人？我这辈子是绕不开洛阳的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这么巧呀，洛阳好地方呀，人杰地灵。我们洛阳自古出美女。是是是是。先喝点汤暖暖胃。哎，好好，谢谢啊，我自己来。易总，你女朋友是洛阳的吧？啊，易总，你是看我简历了吗？我简历上怎么会写到你女朋友呢？哈，那也是，关键您到底是谁啊？我真不记得了哈，您别逗我了。我们先吃，先看合不合你的口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多煮会儿吧。今天牛肉还是比较鲜美。要放在山里边烫吗？对对对，不是直接扔锅里吗？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放这儿就行了吧？对对对，啊啊啊！全放里面。你喝酒吗，浩林哥？我可以喝点，酒量不知道能不能陪好您。要不我喝点，然后我们吃完饭你带我兜兜风。好好好，您别再喊我浩林哥了。那浩林哥。易总，您别这么叫了，我到现在没喝酒，脑子都是懵的。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您先吃您先吃。你是不是经常做好事啊？我可没做过啥好事啊，能力有限。如果非要说的话呀，顶多是给雨中抱孩子的母子呀送过伞，扶起过摔倒的老太太，也就这样了。那也算是好事啊。那我送伞送的可多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可能是因为不想看到别人淋雨吧。很好的，你有一颗善良的心。易总，这还得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啊，今年的订单给我们增加了一倍。不是光因为你们公司，主要是因为你。哎呀，易总，您再这么说，我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吃吧，吃完了告诉你。好好好好。